家好，我是 CH， 我现在人在泰国的绵羊车，我们继续里面晃一下吧。这个是门票，上面是喂羊的，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看秀的，等一下先去开一个表演吧。哦，真真切切的羊妹妹耶，我们要来喂它吃饭饭咯。好多羊羊，好可爱哦。哦，这边是小羊羊。票就换到免费的草，感觉蛮干净的哦。我们去找一个我们中意的羊羊吧。妹妹们，妹妹们，你们要吃草草吗？妹妹们，妹妹们来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凶！哎呦，抢着吃哦！来来来，吃干净，吃好。哎，他们的脚脚好可爱哦。哎，他们的那个，你看他的头颅，就是有那种羊妹妹的造型。哎，哥哥，你有看到那个对面有人在帮我们拍照吗？那个帮我们拍照的，其实到后面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洗照片，然后刚刚买有可能才要100株而已。哦，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怎么喂这种大只的，跟你一样大型的？有人身上披了一个蛇，好可怕哦。哇，这边有可爱的小猪可以喂，你们在栅栏里面干嘛？嗯，来，我们来喂猪咯，虽然这边超臭的。哎，猪猪们要不要吃啊？啊，有哦，公猪有，公猪有啊，林鸠叫你进哦，给你喝一口啦。哦哦哦，你怎么喝更快、啊？哦哦，两只头猪喝一喝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妈妈那么多只哦，叫你谁吃？妈妈，你一个人喂几只猪啊？哎呦哎呦，啊，妈妈是母猪哦，哎呦。准备继续看秀咯，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呢？它目前外面就是一大堆音效，感觉很酷哦。Tiger!
他会猜对我放哪一个呢？我放这个哦。100块钱放在箱子里面，羊猜到。第二次上去的时候是拿着呼啦圈让他们跳，那个羊妹妹那个圆嘟嘟就从你旁边跳过去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可是她点火的那一刹那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羊妹妹可以顶卡不要上去，我觉得没关系。但是如果她跳过去，然后感觉有一个快要烧掉，我觉得好心疼，我真的觉得好心疼。可是她这边的羊算是已经有点无拘无束的随便乱跑这样子。训练就是比较轻微的感觉而已啊，就是好玩好玩这样。你是不是人不舒服？哎呦，你是真的可以动哦，你没有被锁住哦，有点臭臭的感觉。他好像在这边展示一样哎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你是不是也可以吃东西啊？我去看一下哪边可以骑马，想骑马，想骑马，好久没骑马了。骑马100块钱啊，如果你要跟马拍照骑在上面的话，就是40块钱租这样。妈妈，妈妈。想当初我们古时候的人，我们打仗都是坐马，你看多壮硕。其实骑马很便宜，台湾骑马很贵，相对台币100块而已。我要骑大马。啊！多久？多久？啊！还叫？还？嗯。OK。OK。行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！啊啊！听说从马背摔下来会直接断脚，还是断什么的？有点小紧张啊！喝水水，我应该骑小马的，骑大马好恐怖哦。OK OK， 呀，呀 ，OK OK。Thank you Thank you。不行，我觉得马好像有点小累累，我还是不要骑它骑太久。在这边就是要出去的时候，它就有很多那个摄影师帮你拍照。我买了一次就买一大堆，我看一下，妈妈的超正的，感觉拍得不错，而且这一个相片只要100泰铢，就是很便宜，跟台湾比真的是差太多。我的第一个，
第二个骑妈妈的，快被吓死的。我自己的照片我洗了三个，因为我觉得都很好看，所以我就都买了。会有人想要吗？想要的话看资讯来好了。在这个休闲农场的小边边啊，有星巴克，可是他那个菜单全部都是英文，完全都看不懂，所以就直接稍微问他 milk tea milk tea 这样，就点了一杯很像奶茶。哦，冰块太多了，冰块到这边。因为它这个奶茶是好喝的，好喝耶，好好喝，我想买一杯放车上，有没有很好喝？好喝。好了，我们来吃一口这个，类似很像蛋黄酥的。它外皮蛮硬的，我觉得没有特色。这个饮料超好喝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好了，因为我们这次是跟团，所以要赶快集合。喜欢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再去帮我订阅我，我是邪厨，每天5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。886